你在哪里说？我在，你是跑很远？还行。没事。哎，那个345方向，没我关的系。车还是？哎呦，这里有人啊，他开车撞了，那我跳过去了。漂亮。我也吓死了。没有，今天打了1个小时半了。喂，你刚是打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房子里？哦，被惊蛰不就来了吗？快点啊，大哥，前10名了，现在。哦，骑摩托车飞过去。你在打吗？我在开摩托车车，不好意思啊，前好，十名了。车呢？车，你还在想那辆车？对啊，车在，哎，你不见了车。前面有空投，放弃吧。有人吗？有，哎，那边有人，那边有人，刚刚有人骑车过去，我刚刚看见。喂。不是啊，你是摩托车，哎，我觉得我们拿车过去好一点。你说开着过去吗？对，是那辆车，算了，我不坐了，我看见我人按了，到了，40方向好像有一个人可以看见。哎，如果现在按胜利是什么意思？就赢了吗？哎，我们走边边吧，要不这局。我一直在边边。40方向这有有没人有了。油啊？你还开啊？你真的开？太明显了吧那个。声音超大声，对，你先走吧，我走另外一边。漂亮！谁呀、我这啊？要不，哎，我们要往前跑，圈有点远。你们俩一起坐车。谁在开枪？我没被禁，找不到。你看得到那个人吗？哎，哇，你在哪？他在房子里面。没有，他在。哇，哇哦，拜拜拜在哪里啊？拜那个人？拜拜拜拜。我在上面哦，呢，对，上坡洋洋来了。上车。哦，你开过来这。我说了，你要做这个，你做他，Oh my 倒了。God！撞到了，撞到，没事没事，你慢慢开过来，然后我边跑。但我也没有了。没事，我们其实就把它当做一个保护体就好了。等下躲在这个车后面，然后等下把我撞你死。先上车，然后我直接开过去那边。你小心左边有一个拿狙的。哦，我们去一个房子里面躲着，等他。呜呼！OK。哦，看他们在另外一边打，我们这边安全。看有没有油，有油的话就好打。你真的要把那辆车开到胜利是不是？有可能啊，开就到是胜利。我们这车很难才有。对啊，哦，希望来哎。罐油，来罐油，来一罐红色的油。辣椒油行不行？来，给你来一个老干妈，没油啊。那就加油加油加油！
票。有吗？对，谁是蓝色？我有很多这个手榴弹。蓝色？嗯，我是蓝色。啊，我在看你。不是，你只要看不是在找油的，就是我，不是吗？炒菜的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这局可以赢。哇，等一下，哎。是吧？所以我要说要有车。这圈。我的车呢？你的车在旁边。哇，但前面好没油了。啊。没有，走不动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你还在尝试的走一下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不玩了。哇，这个地方。哦，市民剩两个，剩两个。剩两个，我们俩。哎，我听到，我听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但是你有背景，哎，我 AWM。你还没打。我有。他一出来了。哎。哇、oh, yes. 哇，他是 AWM， 等一下，你先走我，我在你后面，他打不到我们。欸、哇，确定吗？我刚差点打到你了。没事，这个手游打不到自己人。不是我刚哎、欸啊，你们丢烟进去吧，丢烟进去。我现在已经丢了一个了，我没了。继续丢，继续进。哎、欸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在这，我有。丢丢丢！哇，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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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自己哦，我看好，往里面进，往里面进。哦，看好。OK。往里面进。先跑啊！烟不往烟跑。哇，他看到我们了，快跑！你不要站，他看到你了。刚好挡住，我看到他了，他在前面。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在那里。我是。哎，这个树好，这个树好。我已经有了，但是我没背镜啊，现在是问题。我有啊。哎、欸，他往左边跑了，他现在往左边跑，他想要偷我。哇，我好紧张。有两个。走，先进去，你暴露位置了。哇。13秒而已，十，谢谢九，不要暴露了，七。哎、欸，你那边会遇到他，你那边会遇到他。我会遇到他。他刚刚有一个人往那边跑。哦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啊！我现在是在最圈里面啊！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在石头后面，他在石头后面。你怎么？哇、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一个在石头后面，一个在那个我正前面。啊！哪里啊？你看到了吧？哎，对，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 ，K 一声 ，K 一声。啊、第二名了，一分钟后抽奖，哇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哦，我眼睛都干了，这下进来，但哇，哦，可算你，真的。还是要送你们礼物的啊，看对你的，所以今天终于不用惩罚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帅。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他、就是保险箱嘛，自己做的木头保险箱。就你要一个一个拼上去。然后他是不是转的时候他会一直这样动？对，哇、哦，好帅、哦！好，那我们就对啊，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Q&A 吧。我们今天打游戏打了一个小时半，是吗？那我们要尽快一点点。对啊，要快一点。好，那我先来吧。快点。第一个问题，兔黄瓜汤有试过在冬天打雪仗堆雪人吗？我可是在北京上过学的人啊。哦。所以啊，北京啊，下过雪，我啊打过雪仗 ，next。打雪仗，堆过雪人，没问题。黄秋心，你一直正能量满满，可以告诉大家，当遇到挫什么挫折，挫折、啊、挫折挫折的时候该怎么样自我调节呢？这个呢，就是非常好的问题啊，就是啊，
我尽量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就是身边的朋友们啊、家人呢、啊，去分享你的烦恼，然后先聊啊，聊完之后呢，你就会先放下来一点烦恼，然后之后呢，就是要去玩啊，就是去。对。放松自己、yeah. 对，好好，换我了。设计的游戏，然后还有一些故事，就是角色扮演的。好，下一个。 OK， 下一个。出皇冠汤，大家都知道你既有房子又搞莫笑，所以想问一下 Henry 在搞笑方面有没有启蒙老师？你知道这可能就是天生的吧，但是就是有空的时候，但我觉得就是动漫其实有时候影响我挺多的。对对，比较爱看动漫嘛。哪一个动漫？都有，我也是。我们其实我们三个都特别爱看，有时候这样。好，好的，我。推荐一部适合冬日看的电影，可以吗？就是那个前一阵子啊，雪国列车拿那个奥斯卡奖男主角的，是哪一个？那个叫什么呢？是雪国列车，不是吧？不是，不是吗？他有一个电影啊，我忘了那个名字，就是演了他话不多，但是呢，聊那个，对对，那个电影荒，我忘了，是，但是就是他啊，他就披狼皮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啊叫什么？我看了，他打狼的那个是不是？不是狼，那个电影叫什么？熊大熊啊，叫什么了、啊？名字我忘了，但是呢，那个、哦我也忘了，那个电影荒野猎人。但有点我不知道哦，但是那个是真的是非常好看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换我下一个问题。楚洋洋啊，2021年快来了，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呢？最想做或是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？啊，2021年我最想做到的其实就是跟大家见面，因为我们今年已经一整年都没跟大家见面了，所以就是很想念那种在舞台上表演，然后大家在下面看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对，希望2021年能赶快跟你们见面。对，然后还希望长得比 Henry 哥哥高，但是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没事，比例嘛，不可能，也不可能比我高了。好，下一个。To Henry， 请公正的评判一下《威神威》里面谁煎的蛋最好吃？哎，这个要问吗？说实话。对，还问吗？对啊，就最公平公正，就肯定是杨洋啊。你的自信感是从哪里来的？心脏、啊。你不要把厨房弄得发热就好了，我告诉你。下一个。最好吃。好。好。哦，为什么 VV 的所有舞蹈你最喜欢哪一支呢？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未公开的舞蹈。啊、哦、未公开的舞蹈。哇，漂亮。大家可以就是啊持续关注是吧？好，谢谢。对，这是证明什么？就是我们已经准备了。好，不错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学完了。好。啊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奇妙的新的奇思妙想呢？之前说的地球三明治，还有鱼须点麦当劳都很有意思的。我最近有什么奇思妙想？有什么吗？我最近有跟你们说什么很神奇的事情吗？嗯，好像还好。还好。对啊，因为最近比较忙嘛，所以就没想。比较忙嘛，所以就。哦，米奇妙妙屋。我们的洋洋也开始长大了。To Henry， 冬天必吃的三样食物。大人了。对，好，好，下一个。
To Henry， 冬天必